这不一斤的瓶子吗？早说呀，大哥，都不清楚。这不是一斤的瓶子吗？现在这高矮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高矮不一样。好了，这样咱们先把它往下调。好，调到这个位置，再试一下，还不行，这瓶子进不去。咱们再往下调一下。好了，调到这个位置行了，开始灌装了。好，现在是灌到瓶子全部满掉了。要如果想灌到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把这个黑色的杯帽松开，慢慢的这样往上调一下。调到这个位置以后，看一下那个瓶的具体位置，把水倒掉，看一下这个瓶子顶上去，在这个位置，好了，这样顶一下，看一下，看灌到哪个位置，好，现在灌到这个位置，是不是比刚才少了？如果还要是说再往下走的话，这个头还是这样，还是继续往上调。如果说嫌少的话，把这个头往下调。好了，咱们再把它锁死。现在咱们把机器这样调完了以后呢，把机器这样调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又太矮了，这样说吧，咱们就再往上调整。好，这个的高度，这个瓶子和这个的高度是以它来控制的，包括叶面。这样调整好了以后，好了，咱们往上调，让这个瓶子能平稳的放到这里。放上去以后，这个灌装口必须全部打开，看到了吗？就像这样一样。哎，好了，这样灌完了，再拿下来。这样灌完了以后，这个算调整好了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咱们用一个钢板尺，像这样的，像这样东西，从这里，从这个位置一顶，顶到这个位置量一下，顶这个位置量一下，把量好了以后，挨个是14个头，挨个把它调整好它，是不是？这样紧好了以后，高度也好了，好了，里面有一个锁紧帽。把它背起来以后，好了，它就不再去晃动就可以了。这样咱们上瓶下瓶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不容易说是上下动。咱们在顶瓶的时候呢，一只手扶着这个管子点，一只手扶着它点，一只手慢慢的顶上去放下来，等它灌完。不是，灌完了，拿的时候呢，还也是这样，慢慢的拿下来。你要很容易顶的时候，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啪一顶的话，这个液体的话是从这个地方冒出来以后，它就很容易断流。啊，对。要是放里面液体的时候呢，这里放有三个螺丝，松掉三个螺丝，抬下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听见了。